我们上一集说到，这个武则天杀掉她自己非常忌惮的二儿子李贤之后呢，她对李贤所生的儿子也不放心，就是她亲孙子了，然后就马上下令诛杀李贤的长子李光顺，实际上确确实实的真的亲孙子。李贤的第二子呢，李守礼不久就病死了，李贤的第三个儿子叫李守义，被幽禁10多年，直到唐玄宗继位。这位王爷才有了好日子过，被封为宾王。当时呢，这些宗室王爷在一块喝酒，这位宾王呢，他有天气预报的，这个称呼，大伙儿觉得这王爷预报特准。只要有数天一直阴天，李守礼就会忽然说要晴了，果然一会儿就晴了。艳阳高照，大伙儿在一块玩呢，李守礼就会说，哎，马上要下雨，话落不久，乌云顿起。那些王爷宗室觉得，呵，这人真有特异功能。因此呢，再一次这个宗室都是李唐王爷大宴之上呢，大家就奏成这宾王有特异功能。唐玄宗的李隆基当时很奇怪，就问李守礼，就说你怎么能就是能预言这个天气呢？李守礼呢老老实实回答：“臣并无预晓之术。当年我父亲就指李贤被贬放之后呢，我被囚禁在宫中10多年。”每年都会被武则天呢数次下诏加以杖打，所以这到一阵儿他就会被武则天的招数来打他，所以我浑身布满了伤痕。如果要下雨，臣背上就既感沉闷；天要转晴，臣既感清健，以此我才能预知天气，并非啊有什么奇异之术。说着话呢，这李守礼也是悲从中来，不能自抑，然后眼泪哗哗掉下来。唐玄宗和这些在场的那些王爷们也是为之泯然恻然。除了这个李忠、李弘、李贤，这个唐高宗的儿子被武后杀害呢，唐高宗8个儿子，元王李孝还算病死，就算善终了。另外2个儿子，泽王李尚金、许王李素杰，在当时呢也被武后杀掉了。所以权力与骨肉，武则天选择的一直都是权力。许王李素杰是萧淑妃所生，那他妈被杀之后呢，李素杰作为这个萧淑妃的儿子就是被贬外任了，就不让他在京城待着，任深州刺史。不久他就一直被贬，一会儿转到这儿，一会儿转到那儿，一刻不停。武则天天寿年间呢，他忽然有一天想起他和萧淑妃之间那种旧恶，我估计是不是又听见猫叫了或者怎么样，他就派人把李素杰和泽王李尚金招入京师。临行之前，李素杰在自己任刺史的城内听见有人因为送葬而哀哭，哎，他就对左右感叹说：“你说想病死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怎么这些人还如此悲哀呢？”连京城都没入，李素杰就被武后派人在龙门驿用带子给勒死了，而且他的9个儿子当时也被杀。泽王李尚金呢和这许王那不一同被征召入朝吗？听见四弟被杀了。惶恐之下自己上吊死了，他7个儿子呢也马上被武后在流亡途中全部弄死。所有这些龙子龙孙啊都是唐高宗皇帝的直系骨血。我20多岁时候曾经放暑假去洛阳龙门石窟游玩，当时北方秋日，空气澄明，艳阳高照，卢舍那大佛就屹立在山前，庄严肃穆，当时看着特崇拜。看着这大佛，你想头塑那种高肉脊，这个窝状纹的这发型，双耳垂肩，眼帘微垂，嘴角隐含意味深长的笑意，既有天国的高尚，又有人间的慈祥。据说呢，这尊卢舍那大佛呢，就是在公元675年，就是上元2年，是模仿武则天本人的相貌雕刻而成的。我当时还年轻，也不知道武则天还没读史书，不知道她有这么多骇人听闻的这种事迹。所以说呢，当时呢，我还真正是，哎，对佛教艺术是那种，作为没有任何这个他念的这种审美的心态观赏这个卢舍那大佛。公元683年年底，窝囊废唐高宗李治，他一直有病嘛，病病歪歪的，高血压什么的，就驾崩了，时年56岁，遗诏他太子李显在鸠前继位，唐中宗，这就是李显了。唐中宗继位之后呢，就尊武后为皇太后。为了暂时稳住当时唐朝的李姓宗室呢，武后呢又加封韩王李元嘉等人呢就三公的职位，
就害怕这些宗室啊，马上做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举动吧，以此来安慰稳住唐朝的这个王室贵族。唐中宗呢，李显也自遭倒霉，当皇帝才两个月，他就想把他自己老婆韦皇后的爸爸韦宣真升为侍中。韦宣真呢，刚刚从蒲州参军，这么一个普通的官员，被超升为豫州刺史。现在呢，又是因为他是唐中宗的岳父，要被提升到侍中，侍中的级别很高了。所以说这个呢，当时中书令就是宰相了，裴炎就表示不赞同。朝中这个唐中宗就大怒啊，高声说道：“我以天下让给韦宣真，有何不可？怎么会可惜这么一个侍中职位呢？你就这么不懂事儿呢？”这个宰相裴炎也害怕，赶紧向武后禀报。武后大怒，转天一上朝，大几百官，马上召集所有的这个官员，命令羽林将军程务亭等人，就是率领兵马入宫，当庭宣召废唐中宗为庐陵王。服下殿去，当时的李显还嚷着：“我有何罪啊？”他太后亲妈武后就在殿上高言：“汝欲以天下于韦宣真，何得无罪？”马上武后又下诏把韦宣真流放于钦州。那好，这老哥们也够倒霉的，极短的时间之内经历了天上地下。你想，从一个普通的官员升为大州刺史，又从大州刺史升为侍中，现在又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所以说呢，废了自己三儿子之后呢，武后又扶立他的第四个儿子李旦为皇帝，这个就是历史上唐睿宗。但是国家政事都听他的，唐睿宗这儿子呢只是一个幌子。不久呢，武则天干脆自己临朝称制，就是而且他在那个紫宸殿侍朝，把他的侄子武承嗣招到朝中，封为礼部尚书。这武大侄子得意忘形，就请武后追封他们武家父祖七代为王，立庙尊祀。当时宰相裴炎啊谏劝武后呢，闻言不悦，由此就恨上了裴炎了。那么追封之事呢依旧施行，根本就不听裴炎的话。所以这个武后他爹武士岳在地下呢肯定会惊讶，哎呦，自己吃这冷猪肉的分量是越来越大。武承嗣当上了一个大官之后，就和他堂弟武三思这些人不时入宫劝他姑姑武后进行革命。革命在古代就是改朝换代了，要把这个唐朝所有的李姓诸王公卿当中不符合他们的武士的这些人全部都弄死。消息传出之后呢，唐朝的宗室人人自危，大伙呢也是内心呢怀有极大的愤恨之情。而当时呢，唐朝开国功臣那大将那个李世济，就是也叫李济，他的孙子李敬业，还有什么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这些人呢，都是因为一些事儿犯了事儿吧，贬官了。这几个人都是老相识，就在扬州相遇，然后就密谋造反。他们就以匡扶庐陵王，就是唐中宗啊，李显为借口啊，然后起兵。武后闻知消息之后，心中也大惊啊，赶忙派遣左卫大将军李孝义率30万大军前去征讨。裴炎上朝。武后啊，就问这位宰相怎么办？这位宰相当时就回答：“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所以外间这几个小子，以此为托。如果太后您反政于皇帝，这些助贼啊，不用讨，就自己平定了。”武后当时一听挺恨的，当晚就派人把裴炎抓入狱中。有人在狱中就劝裴炎：“你赶紧向这皇后道歉吧，这皇太后或许还能活一命。”裴炎说：“宰相下狱，安有活理？”果然没几天，武后就下令把这个裴炎绑到闹市之中啊，诬以罪名，把他杀掉，然后又把他家给抄了。李敬业等人呢，志大才疏，不久就兵败了，就被手下的兵将王纳相等人抓住斩首了。扬州、润州、楚州呢，这三州都平了。李敬业他不仅自己一家全家被杀，他的祖父李济，这也被挖棺抛尸。而且呢，又把他原先的李姓给改了，改回他的徐姓了。因此呢，李敬业在历史上是以徐敬业之名。这次起兵呢，实际上这个李敬业也好，徐敬业也好，唯一留下的是谁呢？就是同为一块起事那个骆宾王的那首《讨武曌檄》。当时呢，手捧檄文，看的当时这位武后啊，也是连连叹赏不已。文章写得太好了。
这些事情搞定之后呢，这武则天又派人到边疆的军中杀掉了左武卫大将军程武挺。程武挺是父子英雄，他爸爸程明镇在隋末就是名将，程武挺就从少年时代起就随父出征，特别在唐朝立下汗马功劳。裴行俭大败突厥的阿史那福念，程武挺当时就为副将，立下特别大的功劳，得封公爵。唐中宗被废之后呢，程武挺呢和这个裴炎就出力，等于就是武后他得力鹰犬。在此之后呢，程武挺担任单于道安抚大使，他在边疆能督军抵御突厥呢。他听说宰相裴炎被逮捕之后呢，他就马上上书啊，就求情。武后呢作为一个妇人，就听不得异议，见表大怒，马上派人，你那不给那个裴炎求情，我把你也弄死。就到军中当众斩杀了这位大将。本来突厥人啊，在边境地区特别害怕这位程将军，一听到他来，马上远走高飞。听到他被武后杀掉，突厥人是摆宴相庆，又在草原上呢为这个程武挺立祠。每次出征，攻打这个唐军之前呢，就先到祠内啊来祈祷。所以说，武后杀程武挺啊，完全是自毁长城，自毁战神。武则天，你甭看她就是一久居深宫的这样的一个妇人，但是呢，她对唐朝的政权一直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就连唐朝这皇帝，她也是玩弄于股掌之中，咋废咋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说，你看她程武挺这样的一方大将，她想杀就杀。这个呢，说句实话，是为什么？都是因为府兵制、中央集权的功效。正是唐代宗时代处心积虑散兵于农这种府兵制，也种下了祸乱的根苗。因为什么呢？以农为兵啊，虚为行阵演习啊，虚闻故事，兵不习战，将不知兵，旷日持久。当时呢，唐太宗是想弱天下来巩固中央集权，最终呢却成了弱自己，他的自己就是唐王室了。因此呢，实际上是一种下策。日后这个唐玄宗啊，他确实是把这个府兵制度改革了，有所改革，但是几十年这个积弊啊，也是一朝都不能废除的。后来就是安史之乱，所以说这个二贼一呼，唐朝江山就一顿时瓦解。那么在垂拱二年，就公元686年，由于这个徐敬业他这个骆宾王等人这个造反吧，这个武后呢就怀疑天下人都想谋害他自己，因此他就设置铜轨，铜轨就是一种专门的告密信箱，然后呢就是大肆诛杀以立威，广开告密之文。为武则天出设告密信箱的铜轨的是谁呢？是有一个人叫余宝嘉的，这个人是个官僚子弟。那么李敬业造反呢，这个余宝嘉呢曾经辅助过李敬业做过这个刀剑。那么李敬业叛乱平息，余宝嘉呢幸免一死，没人追究到他那儿。但这个人又不闲着，他就上书武则天，把自己精心设计的铜轨献上。这铜轨是什么呢？中有四格，上各有窍，以授表书，可入不可出。呵，武则天看这个东西很高兴，然后马上派人做，给我做个成百上千上万的，颁行于天下。不久呢，余宝嘉他自己有仇敌啊，也往铜轨中投告密信，告发余宝嘉当初就帮着徐敬业，就是那李敬业造兵器。结果呢，官吏一审，这是实事啊，余宝嘉也就成了余破家了。他不仅自己被杀，还被族诛。所以说小人汪为小人。从垂拱四年开始，这个武后就加紧了革命，就所谓的改朝换代吧，这个步伐开始有计划的大批诛杀唐朝的李姓宗室。九月呢，琅琊王李冲在亳州起兵，他的爸爸越王李真呢也在豫州响应，唐朝宗室呢就开始他们绝望这种搏命的反扑。武后什么人啊？他早就有所预备啊，派他手下什么丘神机啊这些人率兵讨平了这些人的这个造反吧，把什么李真的李冲都杀了。因此呢，大起这个暗狱吧，把韩王李元嘉什么宗室数百人姓李的全杀掉了。大肆杀戮之余啊，武则天谁也不放过，连他自己的女婿薛绍兄弟也没有放过，或者杀头，或者是这个当庭就打死杖死。你看自己老公被老妈杀掉，那太平公主呢也没有表现出悲哀和愤恨。不久呢，武后派人杀掉他自己侄子武攸暨的妻子，把太平公主呢嫁给这位稀里糊涂死了老婆的娘家侄子。太平公主作为武后的亲闺女，这个人长得是方额广义，
多全烈，哎，长一张大脸，哎，挺像他妈。武后就觉得这闺女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都很像自己，所以说对她特别宠爱，常和她天天密议天下大事。所以说武后这个妇人也挺奇怪，你说她四个亲生儿子，要不就是杀了，要不就是废了，哎，对这个女儿好的不行。天寿元年，就公元690年阴历9月9日，武则天就终于革唐命，改国号为周，下诏呢立他那个皇子皇帝儿子唐睿宗呢为皇嗣，啊，追谥他的父祖呢多人为帝，所以说在地下那个这个武士乐在这儿又成皇帝了，而且呢立他的这什么武承嗣、武三思这些侄子辈12人为郡王，至此呢武则天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真真正正的女皇帝。那么武则天在改唐为周这个革命过程当中呢，这个依赖什么来俊臣啊、周兴啊、丘神记、索元礼这些酷吏，冤杀宗室贵族大臣成千上万家。那么这些得力鹰犬，被这个主人用完了之后呢，他们最终呢也被弄死。我们先说这个来俊臣，这个人呢是雍州万年人，他就是因为善于告密，武则天就特赏识他啊，一直做到什么侍御史的这个高官。他就大兴治狱，前后族杀1000多家。由经验而理论，来俊臣呢还和手下合著了《告密罗织经》啊一卷，条理分明，简明易懂，成为当时酷吏的必读工作手册。来俊臣这个人天生杀才，每次审讯囚犯，无论对方有没有罪，马上就用醋灌鼻，啊，或者是压在地牢中，或者塞入那大瓮当中啊，不给饮食，然后以小火烤。所以呢，被他逮捕这些犯人几乎没有不认罪的。每逢朝廷下赦令，比如说，皇帝啊、皇后或者是什么要过生日什么的，那不是赦令大赦天下吗？他就一定要提前把牢内所有的重囚都杀掉，啊，就来逞他的淫威。蓝俊臣呢，又和酷吏索元礼等人制作那种大架，共有10个型号，第一个叫定百脉，第二个叫喘不得，第三个叫突地吼，第四个叫着继承，第五个叫失魂胆，第六个叫失通反，第七叫反事实，第八叫死诛仇，第九求即死，第十是求破家。看这个名号特别形象生动，可以想象到这些家具的厉害。无论犯人贵贱与否，蓝俊臣呢，均要置对方于死地为后快。所以说呢，武后他手下的大臣狄仁杰也在审讯之下呢承认造反了。武则天呢一听说哟这位老臣也谋反，就挺好奇的，就亲自审讯他，质问狄仁杰，你怎么在狱中承认谋反啊？这个老狄也是按时回答，臣如不认罪，早已经死在家棒之下了。所以对朝中大臣呢，这个来俊臣或加以棒杀，或加以刀斩，或把舌头截掉，或把胆给抛出来，甚至他为了强娶大臣有一个非常美貌的这个婢女，他就不惜啊把数百人这家大臣都给逐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呢，来俊臣玩得过火，膨胀了，他又想告发太平公主和武氏诸王，包括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等人。此时众人齐起攻之，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也觉得，哎，这条大狼狗太过分了。对他下诏弃市，把他弄死。刑场之上，京城的百姓士卒纷纷争相上前，碎剐其肉，那当时就活吃生吃啊，以解恨。来俊臣还有个故事，就是他对付老同事周兴这个事情。周兴呢也是武后手下酷吏，被人告发他要谋反，武则天就命令来俊臣来审他。老来和老周呢，多年老同事啊，都知道对方铁嘴钢牙，他就宴请对方到自己家里喝酒。席间呢，来俊臣就问周兴：“哎呀，这个周老，您审讯犯人要对方招供有什么秘方？你得告诉我。”老周呢一听，莞尔一笑，就说：“你找个大瓮，大坛子，你让人犯进入其中，四周小火慢烤，没有什么人能不招供的。”呵，来俊臣一听啊，欣然一笑。马上让手下抬来一口大瓮，这就是请君入瓮典故的由来。由上而说，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皇位啊，都是无数的白骨这个搭成的铺就的。
那么武则天处置的谋反者、忤逆者和潜在的反叛者，他以后就能在皇位上坐得四平八稳了吗？他是如何利用他手里那批酷吏啊，铲除异己，达到稳固他自己统治地位，然后这个继续他的统治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